生活上呢，我希望最好是天天有念经。你不能够念长，15分钟就足够，10分钟也可以，念一滴鼻咒一定要念。如果短的话就念一个 Metta Sutta， 这样就可以，一滴鼻咒加 Metta Sutta， 然后回向，很快的。其实回向最简单的，一刀啊大家没黑，然后叫一刀没不娘就可以。所以有10分钟15分钟加上自己每天提醒自己这个法还有作用，有作用。至少每一天呢你提醒了法，你再出去就会好一点。真的，自己把这些心带起来，散播慈心。然后如果可以早晚打坐，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不然就半小时，半小时也可以。其实生活上也是另一种修行法的方法，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修得很好很好很好，可是真正生活上遇到考验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是不是？我今天在想，我们要对这里的人，跟我想，我要想象他，把他想象成跟我的母亲一样，好像想来想去就是很难一样了。很难一样嘞！我想，哎呦，我要用，我才跟你们讲菩萨故事，我要平等的心对我自己，我的母亲，然后他，我的母亲，我自己。他想了好几轮，好像那个心还是有偏差。至少我想我母亲，我不会火。想到有时会有一点小小的冒火啊，是不是不容易一点点啊？就是怎么这样子？可是后来想。哎呀，太可怜了，就是我们过去也必然有过这样可怜和无名的时候，所以就算了，那个家就不能拿了，不见了啊，就送给他就不要紧，反正来世要还你的，不要紧，他就还了，是，对，你来世很多马蹄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些是要做牛做马来赔的，那不是开玩笑，出家人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要苦，就是这样，这些都是不相信因果。你看那些做牛做马的疾苦，不相信因果的才会有这种命运。没关系，人家做，我们祝福他就好。你那个主题的在机场呢，他全部会跟你翻出来查的，可能会收4次，收4次，收4次。最近我们去，就是收4次。4次都要翻，第一关进收一次，然后再讲一收一次，然后要上机场那个架门那边收一次，在飞机前面上楼梯之前收一次，小心一点，所以很麻烦的，最好是手提的东西小心一点，不要这样多麻烦，如果你太多东西等一下很多东西，所以小心一点，所以不要，最好手提的东西不要这样复杂比较好，自己砍和你们自己砍。他们这里很离谱的，你那个剪皮毛的那个前面顿顿的那个剪刀他们也要，所以我的就给他拿去了。可能他看到很好他要给他。其实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这个都不算是有危险的东西，就尖尖的才危险，那个剪皮毛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怎么起接飞机呢？所以也是很离谱，太离谱。那天我带了两瓶水在里面，没有人讲话。他们就是不看水，只看剪刀。可能他水拿去他也喝不了，就是剪刀拿去他有的用。可能他鼻毛也够比我更长，他比我更需要。就是这样哦。哎呀，你会看到因果关系逃不了。当一个国家做到很离谱，人民都很离谱的时候，那个国家不能够起来的，很可怜的。真的，这种国家他们就是自己，他们养都恶业的，你们没有看过他们一年一次的那个是凯撒节，大凯撒节啊，在这个国家杀水牛啊，哇，大家尽情的杀啦，牺牲啊，供神啊，在这里有一个杀戒，屠杀戒，很可怕的，所以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的，这是很可怜。我们如何，我们祝福这个国家，希望把正法光明带回来这个国家，这是佛陀诞生的国家。我们只是觉得很可惜，这里有啦，有那些佛教的，可是我们看不到纯正的，即使是南传的也没有看到多少的纯正的戒律，我们不应该鄙视这个国家，我们应该想这是佛陀的国家。
所以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不会对他起苦恼，真的。嗯，你没有心理准备，你真的看到他们你会苦恼，你看到他们那种处事手法那种愚蠢你会苦恼的。那天我都起了一点小烦恼，后来想想，我突然间看到另一个洋人，他是有备而来，他就笑笑，他已经有备而来了，他知道他来到的是什么国家，他已经有备而来。所以我在想，嗯，真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真的有些他们准备，他就准备笑笑，然后跟他开开玩笑，这样还是跟他开玩笑，他们说到几离谱也是跟他们开玩笑，哎，蛮有风度的，我们也要学一点。真的真的，有备而来，你就准备，准备给他刁难，哦，他刁难你就笑笑就好了。哎呀，真的，你对着无知的人你要怎么办？然后狗吠你，你要怎么办？你不是笑他了，这样吗？有些东西你就是不能理解，像今天早上我去宾纳巴达，是不是那个牛小牛走过来看我，看着看着我，我想到底要干什么？我就在放面大看着他，那你知道他来羞羞一下我，跟我很亲，我就碰碰他的头，他就很满意了。我们不知道嘛，因为他很大只，我们小只嘛，也是不知道你是要推掉我，可是我还是哎呀不要跑，就等站在那边等一下，然后他就来羞羞羞羞，然后。我碰碰他，他就很高兴。哎，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在这个国家太多不了解的事，他的牛也不了解。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一种心，不是撇，不是什么，是我们喜欢有美德的人，有善法的人。所以当一个没有善法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要去喜欢一个没有善法的人，其实是一件蛮艰难的一件事。所以讲到这个啊，爱人的能力啊，我就想到甘地讲的一句话，甘地圣雄，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曾经有很大的启发。他讲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 The merit lies in loving, in spite of the vivid knowledge that the one that must be loved is not a friend. Isn't it beautiful?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 The merit lies in loving.”In spite of the vivid knowledge that the one that must be loved is not the friend. 他说，宽恕不是忘怀，他的功德就在于我们很清清醒醒的记得这个我们必须爱的人并不是我们的朋友。嗯，你看这个难度极高。我觉得很有勇气，这种爱人的能力很勇敢。你不要去假把一个魔鬼想象成是天使。后来你又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自己在骗自己，我就清清楚楚地看清他这是魔鬼，可是我要爱他，试试看。可是有点不容易哦，给他一个飞吻还可以，真的是不是？哎呀，受不了，是不是？真的是受不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有很大的勇气。所以我自己还在修这个，最近我觉得现在出这个目标，看到有一点点看到自己的极限。没有极限是怎么样的情形？没有极限是很自然的，毫不想都不想，他就可以做到了啊！那个是没有极限。这种我们还要通过醒思，还要鼓励自己，还要想起菩萨故事，还要激发自己，还要提醒自己。这种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极限。所以最近我开始看到我的极限。有一点极限，所以没关系。可是有些人又不会，有些人欺负我们，你像可能我们有善业的人啊，他欺负我们，我们还是很容易、很自然的就给他欺负。可是有些人呢欺负我们，我们欺负一点，我们就不想给他欺负，会不会？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点这样子？是不是不公平？讲起来也是，我们的心也是有点不公平。其实也是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是不是？可能那个欺负你的人啊，以前啊，过去式啊，是你叫他帮你捶背，讲出力一点，出力一点，出力一点。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啊，他欺负你的时候，你就当他好像在捶背的感觉，是不是？我不知道了，我是随便讲一讲而已啊。所以，可是现在啊，如果有些人过去啊，如果是一直在说他对你不好，然后你吃了他的骨头，然后很奇怪的，看到都有点不顺眼的，这个何况他真的是出手。可是慈悲不可以讲，慈悲要建立在智慧，因为人与人交往，哎呀，每一个人过去是冤冤仇仇、恩恩怨怨都有的，你不能够认这个卡玛带着你牵着我们的心走，这样我们就没完。
是不是？不能的。我们有些时候不能够让那个卡玛带我们乱走的，就是看到这个人，见到不顺眼，就是不能。我们还是要用理性的。他有做错吗？他没有做错，你看到他不顺眼不可以，是不是？最少只是小心一点。我看他不顺眼，可能也许过去有一些不对的因缘，过去的业，我小心一点，这一次正念一点，这样子而已吗？可是你不能够在人家没有犯错的时候啊，出师无名这样子去对人家。也不可以，不合理的对待也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在生活上的那种法的磨练真的不容易，打坐的时候很容易，然后真的是你看到你修实性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修到这个，一点都不是很难的。其实真正的你入定的时候，你就哇，全部每个众生都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不难做到的，不难做到的。因为你散播实心给喜爱的人，等下忠心的人，再翻给仇恨的人，然后就这样子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时候，等下一下子他就很平均了，好像很超然平均，平等慈悲，很容易。可是等到你真正在生活上他真正敲你的头的时候，就不容易。有些时候敲我们的头我们还容易忍。对我来讲呢，如果人家欺负我，好像我比较容易忍。可是啊，当欺负到我保护的人啊，我就很像我的责任就是我要保护，所以我就敲他的头这种是我那种术士的业，术士业。我一拿起那个保护的那个旗子的那个武器的时候，谁要碰我就是砍下去。所以这种业很自然的，很奇怪。人家欺负我，我就说没关系，我忍你。就是当我觉得我在保护我的学生啊，保护谁的时候，很奇怪的，那个责任感很强。所以任何人冒犯到这个我守护的领域的时候，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把他叫他头上敲头了，奇怪。所以可是这个也不好，只是因为让我们起嗔恨心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是我喜爱的人，他是我的亲人，然后任何人他过去冒犯过我的亲人，他现在正在冒犯我的亲人，或者我想他将来会冒犯我的亲人，你这样子想都会起嗔心，都会起嗔心。所以我们还是真正的空要空到彻底，我要无我到彻底。所以我觉得生活上你就拿生活上来磨练你的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带着错误的想法，他就想哎呦，我修的像多，看来现在一点都不管用，那就不要修了啦。这个是错误的想法。对的想法是如果不管用，你就想怎么用，怎么去用它，提醒自己怎么用，这样子咯。所以生活上的时间很重要的。当生活上时间的好，平平稳稳的人，你会发现到他修禅的时候障碍就少很多。好了，